好啊，哥们儿，我们吃鸡吧。你吃鸡巴吧，我不吃。你是吃素的人吗？啊，急救包啊。I'm mad, mad kid. 对 ，mad kid. 哦 ，mad kid. 哦 ，OK. mad kid 是比较容易说的。啊？兄弟，兄弟，你喝过二锅头吗？兄弟。二锅头。What's wrong？ 我很爱喝。我是美国大学生。How to learn English? Chinese. 不是，我是美国人。How to learn Chinese? 哦，他在美国上的学，美国学的中文。我刚刚跟三号和一号说，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喜欢学语言，所以我决定了上中文课。可是我的专业是金融。Economic 好像是 finance 我以前也是 finance major。 爆着了，还一个 six. 加油，我肯定的。干嘛为了我美国的朋友。